搞到这儿了，真什么爱呀？你没事吧？给我哥证明一下。将来，我们的将来。嫂子，你纹过身吗？哎，要是给你一个机会，你是纹我哥的名字，还是纹你前男友的名字？我想告诉你，其实解脱的唯一途径就是放下，别再纠结过去了。 我说的放下是真的放下，不是作，不是折腾。那你的意思是，你已经放下过去，所以才找到我哥？我来这么多天也不说找一工作，是残疾，你这养我们呀？那你为什么不找工作呀？不那么方便，你是不是有病啊？你有病，那我出来给你治治行吗？阿姨你好，是找我们家大海的吧？怎么了？成你了？别。 我想问一下，请问陆远是住在这儿吗？大姐，这么喝咖啡会死人的。我让你喝酒，你又不干。是你自己选择喝咖啡的。真心话大冒险，我们两个互相问问题。你要是回答是，你就喝一杯；当然了，我要是回答是，我也喝一杯。怎么样？敢不敢？你们家真心话大冒险这么玩的？我租了你，我付的钱。游戏规则当然我定了。第一个问题，你变成酒鬼。 是不是因为一个女人？慢点啊，等会儿人家。你别太慢了。男人过了40，肌肉练不练也就那么回事儿。 练的尿道扩裕肌就行。你来干嘛？你说不说？你到底还有几个女人？你同时跟几个女人谈恋爱啊？说不说？说不说？别生气。说我今天就压死了。说不说？谁？谁呀？想不起来了，你看看。谁？谁呀？陆远。 你有完没完了？我呢，有正事儿出气一趟，别趁我不在，伺机发骚偷腥啊！我无处不在。谁呀？这谁呀？